油尖旺区是香港的观光购物热点，区内有很多特色的街道，所卖的东西简直就是海陆空全包围，每年都吸引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至。代表海的就是金鱼街了，它位于由旺角道至太子道西的一段通菜街，因为这里的店铺主要都是水族店而得名的，是水族发烧友潮盛的热点。代表陆地的首先有波鞋街，在短短150米长的街道里面，就有成50几间主要售卖波鞋的运动店铺，波鞋街就是因为这样而得名的。而在另外一边的旺角花墟，是香港最大的鲜花零售及批发集中地，这里有几十间花店和园艺用品店，未走到进去就已经被阵阵的花香包围了。而代表空的就是元普街雀鸟花园，以中式庭园建筑的主题公园，设计优美，是售卖雀鸟和饲养用品的集中地，深受爱雀人士欢迎，同时亦都是游客的好去处。全港最多金铺的就是在弥敦道了，称得上为最富贵的街。庙街是香港一条富有特色的街道，是一个售卖平价货的夜市，售卖的货品亦都相当多元化的，包括有 T-shirt、中式服装、手工艺品、茶具、特色纪念品等等。而一对由油尖旺区议会兴建的牌坊亦都会在稍后时间落成，竖立在庙街的两端，到时一定会成为油尖旺区新的地标。在天后庙外的一段还有睇相算命的摊档，为来往的途人指点迷津。阿生，我见同你咁有缘，不如等我赠翻你两句啦。在大角咀有一系列以树命名的街道，好似橡树街、杉树街、榉树街等等，究竟是点解呢？唔通呢头以前种树嘅？其实是咁嘅，市区组合形式的街名通常会首先定下一个主题，然之后所有街名都会环绕住呢个主题嚟命名噶，所以咪咁多树名嘅街道咯。现在敦请主礼嘉宾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太平绅士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九龙工作部副部长何正先生，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梁振荣太平绅士，九龙西区各界协会会长邓佑才先生，油尖旺区议会主席中党武太平绅士，油尖旺区自统筹委员会主席高宝玲议员 BBS MH 太平绅士，油尖旺区自统筹委员会宣传及开闭幕式委员会主席叶傲东议员，油尖旺民政事务专员郭黄永琪太平绅士为我哋主持亮灯仪式。有请咁多位，三、二、一，活力绽放油尖旺，祝油尖旺区节大放异彩！请咁多位嘉宾留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嗨。首先好高兴咧，喺呢一度啊，就系尖沙咀嘅文化中心露天广场，同大家一齐啊，参与呢一个就系油尖旺嘅区节开幕礼，大家好吗？Hello 啊，咁啊由今日開始咧，到明年嘅三月咧，油尖旺區咧就會透過一連串唔同多元化嘅活動啦，就圍繞住三個範疇嘅，分別咧就係文化藝術啦、社區特色啦，同埋關愛共融呢幾方面咧，目的咧就係向市民啦同埋遊客咧推廣油尖旺區嘅特色啦同埋活力噶。係咁啊，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啦，我哋油尖旺區呢一度咧真係十分之厲害，集合咗商業啊同埋購物於一身，咁啊仲要喎發展得非常之快，但係咧保留好多歷史嘅建築物喺度啦，仲要。有細細的地方，但有很多種族在住，但他們關愛共融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路與時並進，有很多發展，有很多表演項目在推陳出身，看到油尖旺真的
未嚟過油尖旺，當冇嚟過香港，冇住過香港嘅啫。講得好啱啊！咁其實原來介紹油尖旺咧，除咗咧可以用把口講之外咧，仲可以唱出嚟喎。咁我哋今次咧油尖旺區節咧，就有一首主題曲就叫做《活力綻放油尖旺》，咁就由資深音樂人啦林武德先生為我哋作曲啦。咁而且咧係由油尖旺區節嘅推廣大使胡偉康先生咧為我哋主唱。唔單止咁喎，林武德先生咧自己都會有部分 rap 啊同埋 featuring 咁樣樣嘅喎。係啦，咁啊見到我哋咁多位主禮嘉賓喺台上面，咁啊當然啦，除咗佢哋之外咧，亦都有胡偉康先生啦、油尖旺區議員啦、油尖旺區節統籌委員會嘅委員啦、油麻地街坊會學校、香港復康力量以及啊健將護康會都同我哋一齊現場演出嘅。喺呢個時候唔阻大家，將個舞台交俾咁多位。香港是購物天堂，而油尖旺區就可以說是購物天堂的中心地帶。在尖沙咀廣東道就最出名了，這裡名店林立，世界各地的著名牌子都可以在這裡搜羅得到，是 shopping 血拼的好地方啊。而在嘉年威老道這邊就主要售賣年輕人服飾為主，吸引很多潮人一族來到選購衣物，這裡夠曬年輕，充分表現出油尖旺區充滿活力的一面。除了嘉年威老道，旺角女人街亦都是一众时装迷首购时尚服饰的热点，以前售卖女装为主，所以因此而得名，现在已经什么都有得卖了，男装、玩具甚至乎是小型家居用品，照顾了不同层面的人士，不怪之得这么多游客喜欢走女人街了。如果你想选购电子产品，就一定要来到旺角行人专用区看看了，呢度系手机同埋咧就影音器材嘅集中地，你睇人嚟人往，真系好旺喎！
石之美者，集晶莹、明洁、美丽于一体。如果你都想亲身体验，就要嚟到广东道玉器街同埋油麻地玉器市场啦。